好，这是 HZ Area， 你可以看到它是有一个非常小巧的机身，并且搭配一个很特殊的背盖造型。那同时间呢，它有一个我们称为就是 Inner Beauty 的设计，所以你打开背盖，手机内部也是黄色的。那当然 ，HTC 的 Android 手机都支援我们的 HTC Sense， 所以它有七个可以显示的页面，你可以在这七个页面上面去做高度的客制。那搭配的 3.5G 网络，不管是看网页或是上所有 Google Service 都可以非常的方便。譬如说像我现在开网页，或是看 Mail， 都非常的快速。那我想这支手机最棒的就是它很造型很小巧，它 CPU 有 600MHz， 所以它整个操纵起来也是非常的流畅。HD Area 就等你自己来体验咯。